相声大会，一场挨着一场。哎，此世界不可闹笑话，胡言乱语怎瞒得咋在长安是你夸大话，为什么事到如今耍金花，左手拉住了驴坐车，右手在把乱布拉，三人同把这鬼门关上他。唱这点啊，是前面那块叫淮河营。行啊行啊呀，太行了，长能耐了啊，早就这么大能耐。您知谁唱的好吗？马连良马先生代表剧目。认得马先生吗？干嘛还认得？太熟了。哦，是啊，多新鲜。哦，不是外人，因为我也喜欢京剧。哦，啊，我跟马先生，我在中国戏院就给马先生演出过，点过烟卷儿。我打出息，点烟卷儿有什么用？不是，马连良啊，马先生爱抽烟，他有一毛病，他不爱带火。我们在一块儿啊，哎，研究戏子啊，我这种。哦，您爱好京剧？跟您说实话，我没提过这个。哦，其实我呀也是梨园界的人。哦，你也是唱京戏的？做过科。还做过科？多新鲜。哦，您是喜富？您说这个呀，傅连成科班，早原现在叫喜连成。对，他呀出了七科学生。对对对，喜连富盛世元运。对对对，不假不假，七科。嗯，这个学生的名字呢，当中劲儿先这么一个字儿，马连良。哎，那是连字儿的，连字儿的。谭富英，嗯，当着劲儿那富字儿的。哦，袁世海当劲儿是个士，哎，那是士字儿的。哦，我不是在傅连城，您在我们这个科班的师兄弟儿啊，都是会字儿。哦，当着劲儿会字儿，会字儿的。哎，那么梁会超，知道？知道知道。武生，武生。在南京。对，好啊，那是我师哥。哦，严慧珠，大师姐呀，上海唱青衣的。厉慧良，那是我大师兄。好，哦，文武全才。对，哎，我也是会字的。您是会饼？会饼啊，可比焖饼好，连稀的带酱的，这天吃的多少串？哪的事儿？什么会饼？什么烩饼？你那意思，我这烩饼我不是大饼。哦，您是馒头。不，打刚才搅和我，不是大饼那饼，我这饼字啊是那个饼，哎，火字边旁边一个甲乙丙丁的丙。哦，后台扫去，京剧班一扫去，烩饼来了吗？问我。对，他们都爱吃烩饼。哎，我，你打刚才还有好话。嗯，确实是京剧班的人呢，这多新鲜！人家京剧界呀，讲究派别，派别太多了。我说几派？你说。叫得上名字来了吗？你说呀。梅派。梅兰芳。上派。尚小云。程派。程砚秋。荀派。荀慧生。全派。全家福。什么叫全家福啊？什么叫全派？全派呀，啊，就是什么都能唱，什么还都能学，并且唱出一派全派。哎呀，这么些年没听说过。那么这位全派代表人物是哪位啊？鄙人。鄙人就是我。你鄙过一回？你崩过一回？
什么叫鄙人？不就是你吗？那是啊。不是，不，你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大了点啊？不大，这还搂着呢。还搂着？你这玩意儿，嗑瓜子儿嗑皮臭出来。此话怎么讲？没见过你这路人儿。这话还不少。多谢谢，你什么都能唱。能唱。哪一派都能学。并且还能学。还唱出来成一派。我点一派行吗？您说。这回我来个新鲜的。嗯。你呀。能学一学棋派吗？嗨，不就是小棋吗？小棋，麒麟童棋先生活着一百都出头了，小棋呀、啊，不就周信芳吗？那没错啊。那有什么呢？你能学棋派？那当然了。你光说不行啊，我可点出戏。您说，别点眼前的。你瞧，哦，那还不行。什么追韩信了、徐四宝城了、义子王奎，还别点，太熟了。完了，嗯，点回生的，这几十年舞台上很少露面的，嗯，齐先生有一出拿手的戏叫《斩经堂》，对，对吗？那是齐先生代表作，又叫《无汉杀妻》。您把内容先介绍介绍。这出戏呀、啊，嗯，说的是谁呢？嗯，吴汉的事儿。对，哎，就是保刘秀那个。可是最原先呢，他保着王莽了，王莽篡汉之后。把他的姑娘王兰英，当时啊叫南宁公主，就许配给吴汉了。对。可是呢，吴汉他父亲是叫王莽所杀的，这吴老太太就告诉吴汉：“你必须把王兰英给我杀了，然后你保刘秀去，你替父报仇。人家两口子感情好啊，母命难违，没有办法，提了宝剑就进了京堂了。到京堂这么一瞧啊。”这媳妇儿啊，正念着经了，保着老太太呀、啊，天福天寿，在这儿有这么几句唱，您行吗？咱就唱这点儿，真行。你听着，来吧，共治魔鬼一曲曲，来，登陆，进宫之那儿立个龙地洞，绣罗泪你绣，那儿立个龙。要挖苦听本宫啊，从前是西亚瑞，李格隆地东，你呀说李格隆地东千错，李格隆地东万的错，是奴的呀错唱里边连越剧带京剧，那没法听。那您呢？哎，这么办？嗯，如果真的您在各个剧种都有研究，都能唱的话，嗯，我呢点一出戏。您说，这出戏点完之后，您用各个剧种都能唱，这才显得您有能耐了。要能说全派的，您就说吧。要来劲儿了。嗯，怎么办吧？嗯，我点一出啊，《梁山伯和祝英台》。哎，不就是那个俩字过一次银的？哎。俩腮帮子搁台阶儿上，不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吗？对呀、啊，能唱。你说哪个剧种？不，这出戏京剧有没有？有。哎，能唱吗？能唱。我听听，也来两句京剧。祝英台。行，青衣。听说是两兄他生得重病，不要我祝英台。好不伤情，心啊啊啊啊啊！什么毛病这？啊？哭呢？好嘛，我这打嗝了，你这。哦，京剧。怎么样？行。评戏行吗？评戏也能唱。要这出还唱这个祝英台？咱们唱梁山伯。
小声，你听着，来来，那日送你下山来，你说的话儿我记在心怀。你言道家中有过小九妹，是你亲口做的大媒，东根龙。哎，我还带着弦来的啊。哦，评戏。哎，这个河北梆子能唱吗？也能唱。是吗？啊，您再来两句。唱两句《梁山伯》。可以，嗯。忽听得一旁唤兄长，不由得山伯喜洋洋，扭转身来拥啊目望，银台原是个女。是真不错，怎么样？可是按这出戏来说呀，影响最大的了，还得说是越剧。对，对不对？拍过电影，哎，上过银幕啊。范瑞娟、袁雪芬，二位合作的。我给您学两句。可以，您学学《梁山伯》。哦，《梁山伯》。这回，嗯，您别闲着，我给您伴奏。您不，您给我来个角儿。我来什么角儿？来个祝英台。别等。哎，大家欢迎。别等。谁？祝英台。青衣。对。得了，我信服你了。你他是有能耐。嗯。人家一瞧，这演员。对。办什么合适？那一眼就看不对。他怎么了？啊，这哎。青衣扮出来，竖眉毛，大眼睛，身条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我扶你来。瞧这模样，你就是一个天仙。你都不像天仙，我像。你像铁仙。你这么样刺激我可不行。你瞧这美的，你说让他演祝英台，你瞧这美的，这多像。怎么的？蛮好的，哎，怎么真也别说，您讲，您还真有点像祝英台，你瞧瞧，可不完全像，哪点地方像？有一点像，什么地方？您这脑门像，像祝英台脑门，像祝英台的脚后跟。你这么样的打击我可不行，你再说别的，像话？你像祝英台。那祝英台死了一千年，刨出来都比您漂亮。我还是人吗？你再提干我以后撞你。搭个架子，这么大岁数说这话，搭个架子好不好？两袖，他一人天堂道上宿你归，你在家有小九妹。上面做的美与兄弟特地登门去请来。还是真不错。还有一个剧种您没听过。什么剧种啊？山东横县有一种叫拉后腔。后腔叫白了叫拉魂腔，别说还真没听过，唱出来是热情啊，奔放，是啊，还有风趣儿，哦，听着还有意思，也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，这个您能学两句吗？唱出来是这味儿，我们听听。那个太阳子嘞，那个子的喂的喂呀，子的喂的喂呀，有一对学生下山嘞，在那头前走啊，两个三的本儿啊，两个三的本儿啊，两个三的本儿啊，在那后面紧跟着祝英台呀，一呼那呼一。